大肚婆愤怒了，双飞 get out。连小朋友都扮 Angry Bird， 今次真系咁愤怒。寻日又落雨又冻，呢班热血妈咪带埋一家大细上街闹爆政府。双飞惨败冇人识，我自己感觉到佢出得嚟噶啦，但系姑娘咧系不停咁样同我讲话，你文气啦，制止我，咁啊叫我即系咁拖延我咯。佢哋全部落晒去急症室啦，咁上面嘅咧就拖得就拖，因为姑娘都可以 handle 得到咁咯。唔好以为有床位就可以安乐生仔。例如佢会装你换伤口啊，洗伤口嗰啲，所以其实对住佢哋冇晒私隐，生完仲有排烦。就算我哋已经系决定生，但都会惊啊！第时真系读书，其实系一路系惊紧嘅，只不过系。梁柏贤嗱嗱声出嚟扑火，谂紧减少非本地孕妇配额，同埋提高冲急症生仔嘅收费。